画眉鸟，百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使之所向金龙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转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使之所向金龙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许多人在凡尘中汲汲于名利的追求，他们似乎以为除了这两者之外，人生再没有其他值得追求的。其实并不然，就如诗中的画眉鸟，原本以为自己的鸣叫声可以随着自己的情绪而变化，要高声啼叫就高声啼叫，要小声啾啾就小声啾啾，自以为自在快活得很。谁知当他听到穿梭在绿树红花间的鸟叫声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是比不上在林间飞翔的鸟儿们那般逍遥自在的。作者欧阳修当时对于诡谲不定的政局也十分厌倦，又因学佛，所以十分向往山林隐居的生活，因此他借《画眉鸟》这首诗来抒发自己胸中的郁闷。这里的金龙就好比名利与枷锁，作者用鸟类喜爱自由无拘束的大地来象征自己期盼能抛开所有的束缚
而回归山林。